草屯镇甲日本山形县新庄市来结为姊妹市了后，双方就来展开交流。这次日本的新庄小学来到草屯北道以及虎山等等学校来参访，校方安排着精彩内容，展现在地文化特色的同时，也来增加学生之间的感情。草屯镇虎山国小学生已经迎接着位日本来的朋友，而且伊就讲声，一个真侪项活动的游戏，快速来勾画着双方的距离。唔能讲是照着作为耍游戏，破破着语言的限制，学生阁分做着小组，互相来赠送着纪念品，会当个亲自来认识。跟台湾的同学、跟日本的同学一起参加拍照、玩游戏，感觉到非常的开心。对他自己来说是累积的一个很好的人生的经验。交流中我学到很多，然后也用到我之前所学的英文，也有用到科技的力量，然后我之前做的准备也都有用到。他们虽然日语没办法，或是用国语没办法互相交流，他们可以用英文或者是用平板。这样做立即性的翻译，孩子呢也是更认识自己的学校，他的学校把我们虎山国小认识的一面呢介绍给日本的小朋友，也把我们台湾的一些文化，包括食物也好，或是风景地理，这个介绍给日本的小朋友。因为草屯镇甲日本的山形县新庄市是加盟的城市，每年都会展开着交流活动。基本日本的小朋友前来参访，在好用心的规划之下，体验到不同款的文化特色。今回三つの小学校を訪問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。那在北投国小我们玩了巧固球。那在新庄国小有弦乐团的表演。那也到的这个虎山国小有这样子的合唱团。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讲的话，是非常新的一个经验，而且大家得到很好的一个国际交流的经验。国际之间的互相参访相当难得，双方拢真重视，为学生来建立着友谊的平台。毛草屯镇甲山形县新庄市的姐妹感情是更加稳定。记者刘新，草报道。